走了，出发了，我们去坐玻璃船。玻璃船，我们的船公司是探索拉美，这是那个在民宿这边的包的行程。啊，所以门票都含在所有的费用里边。好，我们要上去玻璃船。谢谢你啊。这是老人行程，人很少，对不对？要优先。谢谢。好，最外面那一张啊。好，最外面那一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嗯，感谢感谢。最后面，最后面，慢慢走。就一艘一艘的船，一直过去。它中间一点。不然它会跳，空跳跳。那我们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吧。不要晒太阳，这是最适当的位置啊。好，这等一下是要打开的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这应该不是，这是椅子吗？看我，我看看。不知道。那这哪里？这是船舱。这个是交通船，我们去看。耶，传说中的锚，好小个。这是交通船，东港小琉球，太富。这里也有免税店，这里有比较便宜吗？有烟酒，对。啊，没事干嘛跑来这里买烟酒？啊，就是有来就是顺便这样，哦，所以很划算就对了。对啊，就像我们出国一样。天哪，就坐20分钟这样啊？金门也有啊。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下面的。不是吗？啊，你不是要看海底，啊，不是要在下面吗？是啊，可是现在还不要进去吧？对啊，他叫我们现在再下去。对。还没有冷气的感觉。对。啊，哦。嗯。应该是下面吧？是啊，半透明。我先下去看看。应该是啦。嗯？有吗？有啊，就是这样子看啊。哦。能见度很低。对啊。这样能够看到什么？等一下，请他们来解说再说了。哎，我可以来考这个吗？动力小船驾驶执照。动力小船驾驶执照，可以哈，哦。对啊，我应该来开小船。可是我会晕船的。你会晕船？对啊。开了就不会。重点是我买不起游艇，这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好啊，拍照，来。是吗？拍照，等一下吧，因为我现在在录影呢。好。啊，我们哦，暂时先在这里坐着，因为科长哦。客舱我们发电机还没有发动啊，就算发动哦，啊，客舱只有冷气的风啊，基本上哦，自然风比较少，好，哦，所以哦，啊，你们现在上面坐着，因为哦，你如果会晕船的，提早下去哦，会更容易晕船。好啊，那个是椅子吗？这个都可以坐的。那个都是椅子。这个都可以坐的。好，我想，因为太舒适了，我想说，哦，这是椅子。没有，好，可以，对啊，也可以爬。好，谢谢。那，等一下哦，开出去的时候，我会请各位哦，再往客舱里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如果想要上洗手间，我们右手边第一间就是洗手间。好，谢谢。服务很好嘞。对呀，虽然只有4个旅客而已。这是老人行程。OK。还有多久？10分钟，再10分钟啊！
好，我们看一下景色好了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开发动的时候再来拍。